祖哥，我的心，山水流淡无言变，秋树捧光啊爱不念，相信祖将你心肝爱变看，爱上风花，只有凄风。丈夫啊，母啊，心啊，泪马的哥啊，祝娘啊，也能忘啊，修白。走西宫啊
该祖娘是阎王该啊，你要不要才发愁我可以多我娘家杀是我好几个是我好几个啊。哎呦，还有关眼泪哦，我想皮的海电台眼泪我将来歌唱哦。来人，将东路子人带上来。遵命。太人，爹夫罗刹，你东路何来呀？小人我来寻人。言有言啊。你为何不牺牲眼呢？唉，小人心中有惭愧，所以我不敢以歌唱啊。有这等事情，你是何名相？小人相长名福，我要替我的屋卡的祖娘寻眼啊。重复见本官何不当头？恐将冒犯咯。少爷无罪。多谢太医。哎呦，邱少爷，你做官了哦！哎呀，快快请去呀！小爱三年前离开了庄家。苦土世俗，苦尽甘来，得中创人。不但如此，我还托楚王何耀公加封三省安郡，推田查询。啊！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我的祖娘有救了！中风，到底发生乜嘅事情？你家讲。邱少爷，小子在家爱出家，祖娘有情做婚纱，虽杀小子丈夫家，祖娘错把凶气拿。
祝君儿善良温柔心，哪有可能伤害人？错拿雄气不救真，来良气嘛，你爱父命啊！哎，秦少爷。案发之时一无呀，这大臣庄家发言函，主要随后去查看，复言唐多救命神。几时讲来，凶手一天当有他人，其他人为何一口咬天，那眼眉就是凶手？哎，邱少爷，想要原谅无恙的事情，就爱老祖娘提亲，乃是强压父伤心，乃真不敢讲。重逢你呀！在你眼中你难逃指点你不敌，含住不吐你是何意？莫非呀兄爱叔就是你呀、求少爷，你莫误会哦，因为哦有杂流板条啊，佮狗爱讲话个吃锁门前线，所以爱将含住不吐啊，喜爱唔出鬼事，少爷直吹啊。流板条，唉，罢了，大娘你含有良地，向我伸言。就强势要你性命，来人啊！呀哈，与我一同赶差发场。传令下去，五十三天强度，有情探亲，无情休妻。太尼，做乜嘅？我要几句话，想要对我施工。行开哟，多谢太尼。
是安尼，来世再见吧。祖母，你总得是，你总得是。雷公。将做官了，已经还身为安军，太天查孙呐！舅舅，做官是阎王给，你会推他伸冤，你会推他伸冤呐！你放心，此件事情我自有主张。太舅，你家贤儿杀死我的五爷，真的重逢呐！母亲。祖君，他的眼梦计啊，不好使啊！亲家母，此时丈夫已经向外说明，当时有了无恙的出现，故说凶手可能难有他人，我想要重审。哎，丈夫当时的口供，没安样讲啊？你谈以片面之事，你就要穷死。丈夫是穷讲事情，我牵连多忌，故说其实我不敢讲。再个讲，自古以来，六月飞雪，必须有言案。既然我有了其他的证据，难道我就不能穷死吗？安全太严，发现无误错。不过安全太严，听个吹翻有亲戚啦。假使你重生，恐惊唔会。本府既然身为安全，乃是万岁对外看重，让我有探亲所为，
你那些不服，你走得双肩高矮。这，他敢不敢？哼，六年也不敢。齐太爷，先将所有银锭，待才安法献重去。遵命。